money.才第一天你就毫不保留把你心机手段都用出来了，你不也是吗？不然你不会刚刚在开会的时候直接说你不干。你不要理我这么近。你该不会认为华兰跟国信的合作案是我刻意安排的吧？难道不是吗？我有这么闲吗？你看起来就很闲，而且你应该知道你要来我们公司，不是吗？你的意思是说，如果我早就知道的话，我应该刻意婉拒或刻意拒绝。你希望我这么做了？我没有希望你做任何事。那最好。 这阵子一直有人提醒我，我没有这么伟大，所以我乖乖听从公司的安排，规规矩矩的。他要我怎么做，我就怎么做。这样应该不至于伤害到人吧？就算伤害到人，那也不是我的本意。少在那边装无辜啊！我没有装无辜。现在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？抱歉，我跟贵公司有点地不熟。 我要好好的谢谢你，谢谢你那个严柏阳去找浩一，要浩一紧紧的抓住我。所以我们决定两个月之后结婚，不管你来我们公司是有意还是无意，是主动还是被动，反正你的阴谋不会得逞，因为我要结婚了。难道你不恭喜我吗？